啊，对对对，艺术的那个那时候，它是一根竹子就把它剥开，就这样做，它没有，不是说用接的是什么的，它没有，它就一根竹子就把它这样剥开，然后这样掉。然后，那个是放在那边，那个盘子是放在那边。平常会把那些果子箱放在那边，而且在这边的那个什么营养午餐可以拿回东西，学校提供，都是学校提供。其实很少学校是这样子的。就有用心嘛。他真的是。他觉得说把老师照顾好，那老师就会照顾小朋友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他的这边，可以往这边走。他有一个